Punisher 他贯穿力蛮高，盾牌兵可以直接贯通。然后散弹枪我在等第三把，因为第三把它空间消耗小，然后人家说改满不过有100发。第二把是那个震爆枪，因为基本上如果要威力高的话，直接用那个麦格农就可以。哦呦，我去！哇！喂，直接一击必杀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再来一次啊！因为我没看到那个汽油桶。刚刚投石器，我看到了那里，我这一把是最烂的、哦，好吧，超级烂的，这样我不是浪费钱改了吗？贯通。Block 真的不错啊，我还没用过 Block， 我想说等我困难难过我再来用 Block， 结果这个 Punisher 难怪免费，免费的最贵。哦呦，这次没有汽油桶，射击一枪毙命是第一把，黑尾第三把黑尾手枪，改第一把手枪最便宜的也最省事，好吧，现在我们前35万，我是想说。快躲起来，躲起来！这我就知道，这边我要怎么过去呢？抢时间吧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。那我下一轮就拿黑尾好一个，两个，其实我是有点不太想要，太远。走，有看到狙击枪，我刚刚打掉两个啊，然后弹夹还够，
零，我应该说弹夹零发，我想要改用改弹夹改出了。我先往上看看。因为我用一次就是直接那个，哎，等一下，上去会不会就直接故事了？机器上有木头，顺便打掉。等一下，所以我过去是巫师一定要就对了。那我下去，我下去。机器上有木头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你说的木头了。所以我是要往上还是往下？下面看起来好像也是，好像也是故事剧情，因为我怕那个故事剧情触发，然后我就错过这边宝物，再走去这上面打开机关。哦，那这样我放心了，这样也不用说我错过东西，谢谢你的。这边打掉了，话说我玩 Easy 我没有到这边过， Easy 这边没有开放，等等会有敌人冲进来堵我，别！现在我没有艾斯利，我没办法大显神威了。有艾斯利，我都可以来把它当挡箭牌。看一下。哦，有了，看到。这边，照你这么说，好像三到五个嘛。闪光弹对付寄生虫超有效的。哎，这不就是我那个吗？他说：“李阳，你真是的，两个木头你就没办法把它拆掉。”等等，敌人有炸弹，我讨厌炸弹的。每次那炸弹用一用，我就直接趴掉。要利用他们啦，因为这样的话我要瞄很准。说真的，我自己对瞄准是没有那么自信，所以我才喜欢狙击枪。狙击枪都可以长时间远距离，然后慢慢狙击，
然后百发百中。看来就三个木头，然后最高难度五个木头啊。国王杯杯，像国王那个圣杯啊，其实就没有。我在玩 EC 的时候是没有那个剧情。啊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感谢 Players Mancia 大大，感谢您支持啊！我现在是实况生化危机4。Normal 过了之后呢，我会先玩一下六代，然后六代玩透透，我再回来玩四代。哦，我听到，我听到。不要不要过来！我现在是玩 Normal 啦，之后我还陆续玩最难难度。挂掉了，所以可能我玩这个难度没有那个炸弹。其他武器可有可无，火箭炮还不错啊。我遇到那个左右手，这火箭炮一发下去，嚯，这个就是敢打我啊你！我没看到炸弹，所以该不会炸弹是在最下面吧？第一把手枪改满，听你的，听到你的建议，我决定我下一轮。其实我本来就决定下一轮用黑尾，结果现在你这么说，是要用第一把还是用黑尾 ？Black 啊！到时候我那就是，我有看到，上去吧。哇，爆了，爆了！我们想说他丢出去的时候，然后打他的，真是的，莫比雷斯哎。应该还有敌人啊。其实我真的不太喜欢爆头啦，因为爆头敌人都会爆寄生虫出来，真的是很难搞啊。那寄生虫又没办法用小刀，因为你要用小刀，你镰刀形态就会把你干掉。我这个，哇！慢了一步，谁教我慢了一步？死掉了，看到了啦。他脚痛，他脚痛。下来啊！他直接摔死了、欸。倒是掉个东西给我嘛，资助我一下也好。
这边就是你说的炸弹。哦，你说让他们自相残杀，就这边吧。没有，他没丢炸弹，他没有丢炸弹。倒是我丢一下好了。哇！燃烧弹，好吧，我已经搞定了。来。佩服，他倒是没有掉东西。其实这把也算不错哎，远距离散弹枪可以把它用成在远距离攻击。哎，啊那个身穿红衣的呢？我不见手枪，捡到的当然要放下面。为什么？难瞄准啊。发现啊，打他的天灵盖，蛮有几率直接暴击。基本上就这一把啦，唯一的好处，贯通伤害。哇！火箭弹，原来是火箭弹哦！打了天灵盖，哦，后面也有。好，我决定。我真没想到后面也有哎。别妨碍我捡东西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
哇，连击！浪费啊！一次两个。拿了两把散弹枪死很快。倒下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要买那急救罐。我们就剩下一株药草，不会吧？而且这边没有伤人，原本我的如意算盘就是改那个狙击枪，就现在不用改了。哎，不会吧，两只哎。过来，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惨啊，惨喽惨喽，我对不起对不起，不要杀我好不好，不是啊，这死掉了，小童装我刚没看到欸，怎么办，我太在意那个。引过来，引过来。搞定一个，然后再叫另外一个过来。过来。我深深记得一件事。我要用散弹枪，不要发出声音，不要发出声音。我的狙击枪，不会吧？另一个有铠甲哎、欸。靠你了，麦格农！我用走的，好像有观众跟我说
用走的不会被发现。喂，乔治被摔。喂喂喂，这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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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！哇！快跑！我决定，我先逃跑再说。哦！我觉得有点危险。哦，搞定一只。哇，难呢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喂喂喂！哇！他怎么这么快？他怎么这么快？打小锤，打小锤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呦，看到看到了！哦。只能用这招了，超假包啊！浪费浪费，那燃烧弹可是要打那个魔蝎大帝耶。好了，他补充了一个给我们打小钟，太好了。急救罐，先吃了先吃了。补品根本就不多了，补品剩一点点，拜托这边也不要来哦。好，话说看一下有没有隐藏道具啊？完全没有，我最讨厌爪子男，而且他浪费我的狙击枪，我原本要给他改弹夹耶。Ashley, Leon. 哦，这边看过。No. 掉下去。
finish this satisfying sound of one's impalement. Don't fall for this old trick. How dare you! No more games! Kill him! 感觉真的很像小屁孩啊，那个城主啊，他根本也是那个教主的教徒吗？啊，对，我记得这边我有看到星号，可是不知道在哪里。哦，看到了，有凹槽的王冠。我上一轮我没拿到那个凹槽的王冠，如果拿到我玩那个王冠印章，用冰瓶了结他，用左右手吗？那时候真的很难打。Welcome， 果仁射八方，大战几可以就结束。OK， 拜托拜托，散弹枪，呀，有，我就是要等这把，这个。Is that all？Is that? 主要这边那一把，他现占的格数超低的。那我先买这把震爆枪，我下一轮再用好了。我那下一轮再用震爆枪。Is that all? 你说那个就是这个吗 ？Black Tail。黑尾，一开始的手枪，瑞德9最高好像到 6.5 威力。What are you selling？ 至少卖掉我们现在身上散弹枪。Is that all？ Thank you。What are you buying？ 布尼旭，可是我们都已经改到这样了，总不能再把它放弃掉。散弹枪，填装速度应该不太需要。距离短，伤害高。实际上，应该像那种远边的，我会变成说就是要靠来补枪。我蛮喜欢狙击的感觉。金手镯。Is that all？有两个可以放入物品的洞，极少见且有价值。什么东西啊？ Come back anytime。我先存档吧。OK。好，那就今天晚上先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的实况。那明天晚上我们再来生化危机。明天就是打那个右手，左右手。要先射旁边拉冰洞。手枪的话已经浪费子弹。左轮的话我现在子弹好像也没那么多。刚刚用掉打在那个爪子上用掉几发。火箭炮吧，一发搞定，砰。好，那先这样。明天晚上再来咯。大家晚安。拜拜，谢谢收看。